微微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一定是你。我八岁小升初的时候，带我去学校的是你。十二岁奥数竞赛拿奖的时候，在台下给我鼓掌的也是你。十六岁我第一次打架，却教务处领我的还是你。宁然，说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现在做的都是什么事情啊？回去反省反省，写份检查给我。出去吧。回家吧。就连最重要的高考，守在考场外的人依然是你。所以你看，你呢，一直充斥在我以前的生活里面，照顾我，关心我，爱我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是最适合彼此的人，不是吗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样。不过你不觉得我更像你的妈妈吗？你爸妈把你托付给我们，我们总不能不管吧？你看，你爸妈不能总在你身边陪着你。不过他们还是很用心的，找了照顾你的人啊。对啊，那所以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谁都不可以替代的。所以我想，从以前、现在、以后，你都可以一直充斥在我的生活里面。微微，你会嫁给我的，对吗？啊，好。等你什么时候能吃糖，我们再说吧。